脚臭烦恼烟消云散。按摩袜发明人老杨的秘诀曝光，为什么脚气和脚臭的问题穿上按摩袜后竟然迎刃而解，让我们听听按摩袜发明人老杨的解释，探究其中的奥秘。在老杨看来，脚气和脚臭的根源主要在于体内的寒湿体质和经脉不同，而穿上按摩袜不仅能疏通经络，还能促进体内湿气的排除。对于湿气特别严重的朋友来说，穿上袜子后脚底湿润如水，湿湿的，看到那么多水还在排，今天我就穿上这个按摩袜就排了那么多水出来，这个效果真的是不错啊。汗水源源流出，只需要每天坚持步行3000步，脚臭问题将很快烟消云散。另外，按摩袜的硅胶中含有经过独家配方的负离子，这些负离子具备除色的抗菌能力，所以有脚气问题的人使用按摩袜后明显感受到改善。我们熟知的小汽车内部广泛应用了负离子净化技术，这种技术能够有效驱散不良气味。对于脚臭问题，为何不尝试一双卓东全息按摩袜呢？如果你正在苦恼于脚气问题，选择按摩袜体验全新的脚部呵护，让你的脚部焕发怡然芳香，重拾自信，告别烦人的脚臭烦恼。至于负离子对人体的其他益处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，请您咨询小度，以免因不当言论账号受到限制。